我是公关列车长，快112年了。6月19号，这个就是著名的观海亭。终于又来了。10:45出发就是耶，又来到这个亭子了。这次因为做这个观光好行程来，那就顺道来看这个亭子。那这就是3号民俗文化村。啊，有漂亮的那个古厝，这边都姓王的哦，对吧？那3号民宿好像都是姓王的那个居住的。啊，下个再见，拜拜。真好累。这个更很简单，拜拜。10:47，3号民宿。对，现在好像都没有跑进屋子。对，太久了。我们十三开房子，这边有。嗯，就那样了，拜拜。10:48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这边就是他们的海珠塘海屋，就是以前读书的地方，嗯，珠海塘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10:49，6月19号。就这样，拜拜。